你上去，我觉得很热。你上去，我觉得很热。哎，这是个。什么？现在很夯的啦。屁啊！这个垃圾有人要。你不说现在美国小孩是夯这个吗？这有什么好夯的？拇指猴啊？可以吗？那可以吗？我真的对他完全没 feel 啊。哎呀，好夯，很像很夯哎。这是什么啊？你应该拿去卖啊。狗。哎，你怎么那么多包包啊？这个很夯哎。就各种东西，各种款。啊，这个很夯哎。你有兴趣，你拿去啊。哦，没关系。 你有先去你拿去啊！我们要去，我这不猥亵了，对不起，我不在实用性，那个很可爱，这是你带着这回去啊，他会很兴奋。不要，他们那个时候，这个如果小玩具，我就会一定要，这么可爱。哎，干嘛？你都还没兴趣了，就跟他一样，是小玩具才是。你对他还没兴趣了，我们。哎，你有可以一起给你，我找到那边。我有前面很早很早以前就一直。你要吗？ 真的可以收吗？可以啊。真的。那夹一点奇怪的东西。兔子耶！你看我刚擦不多，这是我刚没那么狂。好热。哦，很热是吧？遥控器呢？没关系，不用管，全部用。不用讲一下。有是还好啦。你有去买那个？哎，是好喝哎。真的好喝。哎，可爱。星巴克都好喝。嗯，真的很可爱。它是毛。星巴克都超好。 那你要看什么？有没有？其实我觉得我应该。你是你有兴趣吗？实话，我那只的。哎，我觉得那只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不好意思，看到。你觉得在这里？哎，可爱！哎，但是真的很可爱，我觉得这很棒。这只哦。不过我觉得这可以拿去卖啊。有包装的。重点是要卖哪里啊？虾皮。你开个。那你知道这个开了之后，这个会没办法寄？真的。这太大。 这超过包裹赛事，面霜，面胶，一定会有一样，这很麻烦嘛。你在进大学啊，Paul？哎，但是你是这样吗？包装就好。哦，认识啊。你是有在卖娃娃哎？玉生已经是我徒弟的徒弟了。哦，为什么？他有一个机台。他不止啊，他不止一台，他勾勒一台，然后冬瓜亚那一台，他做两台，现在做两台。那你怎么做？他没做。我没租啊。我觉得你可以租啊。认真，不要跌倒了。我认真。 你租一台，就，然后这个是夹三送一，你租一台，然后去那里摆啊。哎，我觉得你现在租还来得及，这个还可以清掉这样。你知道这附近都租满了吗？我问过了。我到现在超夯的，因为现在 YT 把它带起来了，所以现在这附近就满的啊。那你不要加，不要住这附近。哎，他有提莫哎。什么？你真的很好笑哎。他有提莫哎。是什么东西？英雄联盟里面的。什么？你不认识提莫？ 我不玩游戏呢。干嘛？你比较想要实用性，这可以翻吗？啊？可以翻吗？你翻啊？会不会翻出蜘蛛之类的？不会啦。这是什么？普通的狗。我原本以为是台湾黑熊什么的。所以它是柴犬。无限。什么不限？没事没事。 我这也蛮想要夹它的。哦，我就夹这个夹六只就可以换这个大只的。它是什么？消波块，对对对。它发现很憨啊。这夹为什么？很憨啊。因为很可爱啊。是哦，这不知道很可爱。不觉得它可爱吗？我不觉得还好。你那只成龙对不对？对。我狂。老大，你只是东西。我好像有点大象的，但是我觉得它有点大只。那好像有一只小只一点，但是紫色那边。在哪里啊？在那边。对啊，在那边。在那边最远的那对对对。那一只是？紫色房吗？很可爱啊。在野外耶。紫色哎。可恶。很可爱。啊
这家看一下有没有啊？哎、欸、靠！你有一只我朋友很想要的、欸。真假？我觉得我翻的他买了。我觉得我翻的差不多。那你看下来了，来。哎、欸，这只史迪奇很可爱。真的好，爸爸可以好。真的可以。公仔的话，看一下有没有那个。你有没有那个？哎、欸，要不要帮你收一下？哦，是还好，我等一下再全部卷上去就好了。太感动了，谢谢。有点狂哎、欸，刚好明天要回家，可以帮我带回家。真的、啊？你刚哦，对，对啊，你好帅哦。没有，泡泡那个刚刚的袜子就是要给我解的，解太
他很喜欢那个。好吧，应该没有。等一下聊过吗？你有没有在讲那个、啊？那个？你们哪一部？我想一下，让我思考一下。你现在上网查比较快、啊。没有了。哎、欸，好狂！我觉得公仔很难夹哎、欸。对啊，很难夹。其实还好哎、欸，我是公仔起家呢。对啊，你会甩爪吗？对啊。甩爪就不，我可以做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謝謝